这就是要热情，这就要热情。啊，这才是热情，是吧？就才是热情哈。OK，我相信今天大家特别期待您和郑宇的大哥这次的双雄对决的感觉。想问问您，肯定您的影迷，肯定有很多朋友都看过您之前所扮演的探长的内容啊，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新鲜的东西跟我们大家介绍？ 华仔的推荐，来工作人员收下麦克风，给我们的刘华先生在这边拍一张照片好吗？来来来。